欢迎您莅临塞尔比修道院，并使用我们的中文语音导览系统。塞尔比修道院是英国境内少数在经过宗教改革之后仍然保存完整的修道院教堂。目前，这座修道院是一间仍在运作的教区教会，也因此，为了维持修道院的运作和功能，我们在此请您降低交谈音量，并尽量使用耳机聆听语音导览。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有几项重要的讯息想先向您知会。首先，我们建议您在入口处索取我们的中文传单，里头有关于本中文导览的详尽资讯，以及教堂的平面图，来帮助各位更快速地了解教堂的历史与趣闻。其次，您可以在北侧的耳堂，也就是面对教堂中心时左侧的空间中，使用我们的礼品店与洗手间。我们欢迎您在此享用咖啡与茶水，并且选购喜欢的纪念品。更重要的是，您也可以在此购买修道院的导览手册，进一步的了解修道院的过去。我们也欢迎您在修道院内自由拍照，但如果有任何的仪式或仪典正在进行，请您尊重神职人员与信徒，不要拍摄仪式的过程。最后，我们也欢迎您使用我们提供的免费点烛服务，为您挂心的亲友献上祈祷。再次感谢您的配合与合作，希望您在接下来的导览中能够有所收获，也愿修道院的历史与宁静能够让您暂时忘却世俗生活的烦恼，愿平安喜乐与您同在。接下来，请在与我们粉丝页的对话框中输入其他的数字来获取更多的内容。我们待会见。